各位師父慈悲，各位諸上善人慈悲。佛說《觀無量壽經》文中呢，就作呢個第十六觀嘅第二觀。我哋先讀一次嘅經文。次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兒，當起冰想，見冰影切，作琉璃想。此想成矣，見琉璃地，內外影切，下有金剛七寶金銅，瓊瑯璃地，其銅八方，八靈具足，一一方面就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影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次間錯，以七寶戒分劑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似星月，圓處虛空，成光明台，流覺千萬，百寶合成，於台兩邊各有百億花筒，無量樂器以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為水想，名為第二觀。次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在講以下這一段文裏面，由於個文面的字大家都容易理解，而在修觀想裏面，究竟它的文底是表示一些什麼法呢？在這裡我亦都只是嘗試以他經而作解，原因就是在這個修止觀的歷程裏面，以淨土世界呢，佛陀直接以佛因地所修的理，果地所得的果呢，和盤托出顯示於韋提希夫人面前，一一呢都在目的。咁為咗要講呢個事相之前呢，希望大家再重温一下呢，就係嗰個理能夠入呢個境啊，究竟能入嗰個心係一個乜嘢心呢？而呢個境既然是佛所現出來的境，是隨意現還是有意現呢？
如果話係隨意現，咁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喺境中就路還家呢？用境嚟到去顯呢一個理呢？咁樣喺呢度咧，我冇法子唔講翻咧。上一次喺靈嚴壇結束嘅時候都有提過，但係恐防咧有啲都冇嚟，但係亦恐防有人聽咗之後咧，佢都係覺得唔係咁清楚。咁今日都嘗試咧解釋俾大家聽，就係話能觀嘅我，究竟能觀嘅我是用我們的肉眼看，但是今天佛就不在世，我們的障就重，就未能即時得到佛陀起這個義方便，令我們見到極樂世界的景。但是我們在那個文中所陳述的景裡面，我們嘗試給心機作一個觀想。在这个观想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准备功夫呢？在这里我们借观音菩萨当日为了帮助佛弘法而教导这个阿难尊者，他祈求在那个修行里面如何能够入这个妙车摩托三摩禅罗的最初方便呢？由于问佛陀点入这个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就是止观，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十六观里面呢所讲的正念，译名叫做止观。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含于在这个定中，在这个定之中能够起一种寂静的心意，而这个心意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可以无有取着的，我们在那个境里面由个境能够摄个心，可以止于好像上来我们说日即是心，心即是入，心日一如，由心来去观这个日，我们眼见这个日落，由眼见日落，将这个眼到到那个闭目开目都能够见到这个日，那就是日就印于在这个心里面。咁将呢个心日咧，系作为所观嘅境。咁呢个咧，无论喺《圆觉经》好，喺《楞严经》好，一啲大经大典里边咧，其实最焦点咧，就喺呢个修止观嘅时候，点样去先悟到呢个不生不灭系本修因。但这个不生不灭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境都是有生灭，但是我们要去眼去见，耳去听，鼻去闻，口去食，身去触，都因为个境有种种的尘境，于是乎我们的根呢就要去接触它。一接触那一刻呢，就睇下啦。而家我哋听就听到阿难尊者问佛，佛就话俾佢听：你要悟咗呢个境咧嚟去修咧，你先至明白噶。即系话你要咧将呢个道理咧喺嗰个心里边咧要明白，但系你未必，你系要知咗先，但系你未必可以证到。但是如果连知都不知道，变成你在那个起那个能观就很危险，就是被个尘境拖了个根尘，
就用個分別的測試來到去分別，撈咗落去咧，就污染咗嗰個能觀嗰個心咧，係用咗個第七嘅分別意識來到去觀。而呢一個菩薩能夠悟到一切眾生，我哋本來啊，我哋話常住身心性淨明體。而家我哋話啊，出家人住喺呢個常住常住，大家唔知道個常住咧，常住唔係出邊有間屋個佛寺叫做常住，但係啊，將嗰個佛寺嗰個常住，將成間佛寺都當係自己個心。而時時自己在這個常住真心裏面，他的性，他本有的性是清淨明了的本體。所以一間寺院的阿頭叫做住持，住持就是能夠住在這個常住真心，去把持自己的真心，而不是把持自己的妄心。所以咧，人哋啱啱有人問我點樣可以有機會出家咧？咁樣出家咧就唔係剃兩個頭、著件衫行咗出去過呢一種生活叫出家。出家係要你真真正正想去揾翻自己嗰個失咗嗰個心，去除你個妄心，常住喺個真心。所以我哋話色身歸於常住，都性命歸於龍天。一個出家人係大丈夫，要有嗰種咁嘅，唔係話芝芝麻麻俾嗰啲咁嘅塵爐嘴角咧，就搞到自己咧神魂顛倒，都無有住腳啊！真真正正出家咧，他是要歸於常住，一心歸常住，不是說哪裡水響去哪裡，哪裡有什麼想去哪裡。你在那個常住裡面，不是有間屋，有個佛像，有張床，有個大齋堂給你吃飯，叫做常住。這個是用來給我們修心辦道的場所。最重要你是將個妄心能夠安於在這個真心之中，以妄除妄，那我們就叫做一講過啊，我們常住啊，啊，我們這些東西應該歸常住啊，這些是頂什麼呢？是頂自己經常提醒自己，你要顧住你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个心体就不变如如的。今天我们一切的星尘，一切的景尘，一切的意尘，一切的食尘，一切的足尘，这些尘境是没有坏的，它是無情物來的，沒有問題。最重要是你的常住真心沒有流失，你就能夠觀這個根和塵，它在相接的時候變成你所觀的景。是故真真正正求生極樂世界呢，當你起心動念去修行，就是好像起心動念你想去出家修行，去求一個極樂世界。但是你以為一出了家，所有的佛子呢就是極樂世界，因為你有個妄心，所以呢你是有所求，你有所得，有所以，有所執。所以当你去到这个常住住到下来的时候呢，你带着垃圾，带着烦恼，带着执着，
走咗落去个常住真心里边咧，你系冇法子同佢感应，你冇法子同佢感通，你系完全将你自己嗰啲污染咧，你见乜嘢闻乜嘢，你会点解我同人同咧？于是乎，你就开始要观。你自己要知道，今日闻到呢个佛法咧，就系殊胜殊胜。观音菩萨话俾佛陀听，佛陀问佢啊：你最初修行嗰个下手方便，系以乜嘢嚟到去作为你下手方便呢？观音菩萨话：世尊啊，忆念我识。无数缘行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从文思修而入三摩地。在这个文思修里面，好像今天我们听到佛陀去讲这个十乐观是作为生净土的正因。第一，他教我们日观，我们听到之后有没有好好真真正正去思维一下，自己有没有去观到这个日呢？文中亦讲到这个日就是平等的、无私的、照遍大地的，是有力用的、有光芒的。今天我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其实就是与日无二的，是任运照于这个大地当中。但是我们忘失了今天借相而显性，在这个观日当中借这个心日的光芒来到照回个本有的真心，令到这个心日而显这个本有的至光。